天花乱坠。他如果保证一段一个东西，他就不是一国政策，就能了解这个道理。哦，原来说讲了那么多法，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法是指人间见性成佛，这个法唯有这个法，唯有是什么？信心能入罪障道。这就这个法，他底下说云何起信不依心性，他不成佛所以怎么呢？于心境外无成佛路，如是了之，真实求者能入至道。好，我们再用几分钟把这个这段说明完。佛陀接着说呢要怎么样才能起信呢？不依心语，他不成成佛。如果你不明白本心我们讲不是本心，见自本性。既然我们得了这个三明六通了，他只不过是阿罗汉而已他还不是，他还没有成佛道了。唯有能够直下承担，直下慧起我们这念无染的本心，那世心是佛，世心做佛唯有这条路能成佛道。如果我们讲说抓住一个法能成佛吗？这个就是魔说的了不是佛说的了。你住一个法，这个法叫做法执这就是我们有依靠了没有依靠的本心其实就是佛性。佛心我们前面讲过了，我们一界众生依靠了五义包括我们色界众生依靠了这四禅智功，也依靠了这清净，对不对那声闻缘觉是依靠了这涅槃你看刚才讲的，包括我们地空地想地中全教菩萨，他是依靠这个到了真正的破无明的法身大智，他是无所依靠的，无所依止的。我们这个无染的清净本性本来就是这样子，他法而无事然后呢能够随顺无染的本心那就是行诸佛道，遇到因缘自生自显你看这一讲一定，所以说我们从这一定要了解这个实相道，就这样它不是要我们把三藏十二部全部背起来了就可以成佛了，只要我们能够了解这个道理之后，我们能够依这个方法来对治我们的烦恼，依我们修行的方法能对治我们的烦恼治，对我们成就的时候好像帮助众生。我们讲以四悉檀戒以众生，我们之前我们讲到了第一个是世界悉檀，一般再就是各个人悉檀，再什么对治，再者什么地狱悉檀。到一地狱悉檀的时候就进入了佛境界了所以这一讲一心境外无成佛路，如是了之时这真实求者能入是道。好，我们今天就说明到这里。那底下就是我举了这个像智慧的舍利弗啦举这个例子来说来做说明。好，其实这个还有一段尽量如果说没有的话我们下次再那个，因为把我目前认为说这个《大梵天王佛觉经》能够把修行的过程把实相过程告诉我们，尤其这本经虽然分量不是很多，但是讲得非常清楚好，我们一起合掌恭念回向偈。愿彼此功德普及一切
我等以众生皆共成佛道。谢谢老师。